我而家嚴正警告你啊！唔係啩？係啊！你作為平民食家，係唔緊要？係你唔好成日喺講埋啲介紹人哋食啲叫超加工食物啊！邊一類係叫超加？你最中意食嗰啲午餐肉嗰啲？我講埋，我間唔中啫，覺得係係。你唔好玩啊，大佬！我會煎過佢嘅。嗰啲咩火腿嗰啲啊，咁啊，嗰啲全部嗰啲煙肉啊，嗰啲冇超加工嗰啲啊，而家研究咗出嚟啦。有近千，有成千萬人參與嘅研究咗出嚟。咩叫千萬人咁犀利啊？即係你唔係一唔係淨係香港，你明啊？嗯。即是我跟你讲我的生活的习惯。你其实有没有吃过这午餐肉呢？有。我穷的时候。我穷的时候。好好吃的那时候觉得好好吃。小的时候觉得好好吃。不是咯，我还小的嘛。真的好好吃。是啊，现在不吃，尽量不吃。还有那些什么肠啊，你知不知道？肠仔那些。台湾那些什么肠那些呢？喂，黑橋牌嗰啲我都唔中意食嗰啲啦，我都唔食。阿俾幅相阿權哥睇下，鬧醒佢又唔好成日，你成日話，哎呀，我平民而家食呢啲咧，咁樣講啲廢話嚟咩？平民唔係一定要食呢啲嘅，食鹹魚青菜得嘅。你估平啊鹹魚？哎，真係。啊，睇到未啊？呢啲全部午餐肉啦。哇，係係。佢就有個統計啊啦。係係係。佢話咧，經過一千萬人嘅參與研究嘅有咧，加啲超加工食物咧，就有超過30種不良嘅健康風險。你諗過啦？嗯。咁啊，咩健康風險咧？即係心血管病啊，這個精神疾病啊，中風啊，心臟病啊，糖尿病啊，全部都增加40%-60%，有啲增加到一半。嗯。啊，咁。咁因為我以前做酒店，我知道噶嘛。你譬如做腸啊，做咩啊，要落好多肥肉落去，咁落好多香料。唔係啩？唔係點食啊？點滑啊？佢唔係肉漿嚟嘅咩？唔係打落去噶嘛？打落去嘛？仲有嗰啲超加工啲，你唔知咩嚟添？係啊，你有好多，你食嗰啲蟹柳係咪蟹嚟？你話俾我聽。梗唔係啦。咁係咯。唔係啊！我嗰次同你上去漳州試嗰啲腸仔係豬肉做噶。那些是正常的加工，那些是超加工，是加很多化學，什麼做腸就落奶粉，落什麼很多東西的嘛，那些有良心的，有些不是落這些的嘛，你明白，誰知道落什麼，即是等於公仔麵都沒吃那麼多。什麼啊？公仔麵挺好吃的，現在人家說公仔麵沒有問題的。現在呢，現在上面就很慘，有些真的沒事做的，躺平那些就吃公仔麵一天。躺平嗰啲啊，但上面公仔面咧，系有啲古古怪怪咁喎。咪净系上面，你价钱问题啫。即系我意思就话，你作为平民食家，你又唔好鼓励人哋食啲咁嘅嘢，尽量少食咯。咁嗱，我自己身体力行，我都食噶，系嘛？系啊，梗系啦。咁食到你而家中间突出咧，你老实同我讲，你有冇验过先？我好似测 body check 有冇验过先？10年前做过一次。不是吧？是啊。咁你够胆死？10年前你够胆死？唔系，我自己感觉一路感觉住个身体得唔得噶嘛？有啲嘢系无声无息会嚟噶，嚟嘅时候就嚟咯。感觉都够胆死嘅，你真系。咁啊，使唔使买咁多仪器嚟验啊？吓，感觉我，你黐线嘅你。你唔系一年或者半年一次噶？我做咩要做咁密啊？我系噶。吓。不過你好健康嘅啫，咪都嚴啊，半年心臟啊，好似心臟啊，你有個心臟科醫生我知啊，啊，即係你自己諗啦，係呢啲嘢係咪？即係我就屋企好少，我屋企幾乎係可以講係冇罐頭嘅。阿奧地利人屋企都冇罐頭㗎，佢話大日本妹唔俾佢食罐頭，係啊，係啦係啦，屋企不能有罐頭。奧地利咪冇罐頭賣啊？唔系，奥地利有好多罐头卖嘅，不过佢唔准买啫嘛。唔准买，几乎冇啦。唔系以前我啲有阵时，以前啲老人家咧就唔系嘅，系一定有午餐肉，有豆豉鲮鱼嘅，系咪啊？即系惊打风啊嘛，打风啊嘛，系啦系啦，呢样真嘅，唔似嗱有
豆豉鲮鱼，有午餐肉，有呢、這个英国嗰只咧豆啊，茄汁豆，系啊，茄汁豆系啊，茄汁豆，仲有咧珠江桥牌嘅红烧猪肉啊，吓、而家基本上我都冇罐头，真系屋企冇乜罐头，冇可乐都冇，唔饮啊，戒埋啊。嗱，我年轻咧，我就真系咧。一定有可樂，我而家咧係間唔中飲飲可樂嘅。我同我仔講，佢而家好多聽我講唔飲可樂啊。不過佢係由佢係知整喎，要手磨咖啡喎。咁我都係好學唔學學埋啊？邊個啲啊？你叫佢大坑飲咪得咯。佢有間中有間中佢。係。你自己平時瞓醒飲杯咖啡咁噶嘛？哦，咁我都係噶。你飲啊？我有咖啡機嘅。哦，系啊，咁你有冇食嗰啲超加工食物啊？咁啊有，嗱我真系好坦白，我中意食嘅都吓，唔紧要，因为唔系毒药，唔系即刻死，即系问题就话而家人哋研究咗出嚟有32种疾病嘅风险，你自己谂啦，就咁简单啦。32种疾病风险，系啊，仲系即系本来你呢啲样嘢系好轻微嘅，食完之后就会加重咁解啫，就未即刻死嘅，系嘛？即系我作为即系做饮食嘅人，话俾大家听啦。系即系咁嚟噶。但系你话边一间茶餐厅冇呢啲嘢？你冇呢啲嘢卖死得啦。咪就系呢个问题咯，就系呢个问题，就系呢个问题。咩马记啊，咩烧咩炸鸡腿啊，咩茶记啊嗰啲，你餐餐食啲咪爆灯咯？点解啲后生而家嗰啲全部咁多嗰啲中风啊咩成嗰啲就咁解咯？中风年纪越嚟越就系咯。是啊，因为你习惯了方便，习惯了哇呢啲啊，哎呀呢啲好啊，但系同埋香口，香口啊，咁咪死咯，就系呢个问题。喂，佢就系点解做到香口咧？加咗好多嘢落去。系啊，你逢喺呢啲咁嘅嘢，你即系点讲咧？我哋叫重口味嘢咯。对对对对，好似你中意重口味咯。奥地利人，奥地利唔同，佢系讲。食色性也嘅嗰啲，有各方面我冇咁讲啊，各方面有研究，有研究吓，即系唔系大家分享下啫，冇嘢噶吓，你中意食你嘅事啦，即系咁解系嘛，啱嘛，系对啊，冇所谓噶呢啲，佢如果系啊，如果系好似廖妈记要落架啦，佢冇落架，喂廖妈记啊话。后期加工都好重要噶，而家唔系呢个问题，而家系你哋成日搞错晒个概念。系系系，而家系话有段片话佢访问嗰阵时，以前有个大律师就写篇嘢添，姓陈嗰个吓，就话佢守住百年嘅字号，又话喺边度买啲大豆翻嚟磨嚟整嗰个腐乳，点样新即系点样咩制作点样精良？原来30年前都唔系嘅，你仲讲啲咁嘅嘢？明唔明啊？呢个读就呢个问题啫嘛，欺骗咗感情。系啊，你话你仲有图为证，有文章为证，边个仲写篇嘢话佢哇守住百年嘅味道咁样讲啲咁嘅嘢？原来系骗局，就咁解。原来唔系，佢话佢嗰啲汁嘅调配系百年噶，都系唔系？佢由买黄豆开始做腐乳开始讲嘅，讲啊，跟住而家讲出嚟，原来30年前都唔系咁。原来买白腐乳翻，就系呢、這个即系呢个问题呢度啫。你话唔系？到我阿爷嗰代咧，因为咧咁样情人冇做啊，我哋用白腐乳，咁你冇所谓噶，系嘛？你坦白招来咯，系啦，即系咁解啫嘛，即系系嘛，即系咁解。你呢啲因为有白纸黑字为证噶嘛，即系人哋针对就呢样嘢啫，系咪啊？啱啊，唔系，即系咁解，系啱啊，咁你譬如你写本书，人哋嗰本书你写嗰啲嘢，原来你抄人哋嘅，咁你话你自己创作即系唔得咯。嗱，我哋嗰本没有星星美食咧。完全系冇抄嘅，我哋自己行翻嚟嘅，犀利啊！一蚊一咩用血汗钱揼翻嚟，系收唔翻，系啊，真系大镬啊！又讲人哋二万五千，你长征系50000几里喎。
我哋真系有唔止啊，十萬公里啊！咁咪屌人哋二萬五千里啫嘛，你十萬公里啊，咁你收唔翻你，你自己觉唔觉得自卑咧？真系你犀利，我犀咩嚟啫？我犀利噶，我从来冇讲自己犀利，犀咩嚟啫？我只系一个普通人啊，过住退休老人嘅生活，我就系、是。呢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，足本重温，声音下载服务，年费1000蚊，请即订购支持。